我是某某。哇，某某，我们离开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。是的，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背景就可以看到，有一个大事又要发生了，三三生日狂欢节。是的，没错，我们待会儿要为大家送好礼。对，今天我们带了好多好礼要给大家。对，看到其实只是我们所有好礼当中的可能四分之一。对，而且有很多东西我们自己同仁都非常想要，但是我们会把礼物留给你哦。是，借着这个机会呢，我们也先给大家一睹为快啊。在我的手里有我们的购物卡，对，现金的红包，然后在面前还摆着很多的好酒，还有羊奶粉，而且还有很美的项链。对，然后最大奖在我手上，还有一只 iPhone 手机要送给你哦。是的，听说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奖，比如说双人的豪华直升机游。对，可以和你的亲爱的一起去坐直升机去玩。另外呢，还有很多好吃的，请大家不要错过。对，各种闺蜜约起来。那离我们待会儿直播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，先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，同时也要提醒大家，离我们的开播只剩5天。